Hello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姐。今天我们介绍紧凑型预涂抹覆膜机。此机型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为非打送纸自动预涂，第二部分为自动割纸自动收纸。第一部分我们介绍非打部分。此款机型是定制，最大纸张规格是780/1050，最小纸张规格是260/210。这款机型是属于无轴飞打。飞打的送纸方式是二吸二送。现在呢，我们讲一下，我们这个介绍一下这个侧拉规装置。目前这款机器的有一个比较大的亮点，就是说装了侧拉规结构之后，纸张的最短长度可以做到210mm。现在我们介绍一下控制器的主要功能，主要控制机器的温度、纸张大口的长度、机器速度、一键启动，还有就是压力和控制我们的割纸系统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覆膜主体的部分。对面那个是米刀打孔，这边是废膜割纸装置。现在我们重点要说一下的就是电磁加热系统，还有我们的滚筒镀铬的滚筒直径超大，380毫米，秒速加热。现在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机的后面半部分，这个主要是割纸系统。割纸系统我们的亮点是什么呢？紧凑型机型当中，如果加圆盘刀结构的还是比较少的。这一组呢是弹跳系统，弹跳系统的作用就是通过速差秒速断纸。最后一部分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自动收纸机。它带有自动收纸、降纸、离纸的功能。这边还有个显示屏技术，吹气、踢纸，然后就是温度的显示，设计超人性化。